百心间，只见梦想绽放出耀眼极光，预示着彩色的希望。高低音符心中唱响，在原点有你守望，你就是指引我的方向。要努力不负最初的模样，哪怕遍体鳞伤，让彼此成为可靠的肩膀，战胜一切荆棘，生出有力的翅膀。看，是我的伙伴脸上流淌着坚毅的汗，即使梦想的彼岸，坚强成为了不变习惯。听，大海在轻叹，泪水早已经被烈日风干，遨游在那片蔚蓝，跌出彩色的梦，不准遗憾。你们四个是我从上万份报名表当中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、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这三种方法综合选择出来的队友，构成了我们雄鹰队。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训练，赢得比赛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讲一下位置，你打中锋，大前控制后卫，得分后卫。怎么了？第一次训练就遇到麻烦了吗？怎么，对各自的位置不满意吗？有什么就说出来。小前锋，小前锋，小前锋，小前锋。从你们的综合数据上来看，都不适合小前锋。数据是不会骗人的，请你们相信我。那好吧，位置的事情之后再说，我们先训练。来，传这边。好，传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好。我们分队来训练。你跟我一队，来发球。兄弟们，今天训练辛苦了，谢谢。给你们加了两个菜，谢谢，慢慢吃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先过去，谢谢啊。好，好，好。不管你是不是来打探敌情的，还是来瓦解军心的，恐怕都要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已经制定了一套完美的计划，没有人可以攻破的。我看你的队友好像并不这么认为。我意料之中的是，他们即便有人会心怀不满或者疑惑，但他们一定不会离开的。即便是他们中有人会保留实力或者消极训练，按照我的数据，我们也是优势大过劣势。总之一句话，我赢定了。这位同学，数据是死的，人可是活的呀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的队友是怎么评价你的吗？我不想知道。再见。你连你队友对你的评价都不想知道，你觉得你一个人就可以赢得篮球比赛了？他们对我的评价无所谓，
他们有技术就够了。那你是觉得技术就可以决定篮球的胜负？那你是觉得你赢定了？当然，我已经为他们制定了一套专属他们的打法，只要按照我的想法来，我们绝对会赢的。你都说了你要让他们按照你的想法来打球，好，我们先不说你的设计好与不好，你怎么才能让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想法来打球呢？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，对于篮球比赛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当然可以做到，我为他们设计的打法是最适合他们的打法，只要按照我的想法来，绝对没问题。你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，你的队友迟早会受不了你的，人心一旦散了，队伍可就不好带了。你再厉害也得听听别人的想法吧，总是这样独裁的话，你的队友迟早会有意见。这个不劳您操心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没有什么可是，就这样吧。你好心没好报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除了他还进了一个球，你们仨怎么回事？起跳起跳不好，姿势姿势不好，手的幅度也不对，这不是你真实水平，你解释一下。解释就昨晚通宵打游戏输了。距离比赛还有三天了，你还通宵打游戏？要这么散漫下去吗？哎，我这可不是散漫啊，打游戏可以使我放松，即使是通宵也不会影响到我，只是这原本稳赢的状况偏偏出了意外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我这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呀。啊，你呢？你们俩一个战队吗？啊，我昨晚跟师姐表白成功了。哟，可以啊。行啊，大新闻啊你这是啊。哎，你怎么做到的啊？你教教哥，让哥几个解。我做了一个方略，还有一个比赛战略图，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。我们可以用人盯人防守和进攻人盯人防守，还有二三联防。人盯人防守就是、就是比如说对方球员，我跟你说啊，篮球场上啊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，这可不是你的推理和物理理论所能控场的。我看你这些根本就是废纸。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，我同意你当小前锋。嗯，我们也同意。没意见。我当小前锋？对啊，你们商量过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看我干嘛？少数服从多数嘛。练球，练球，练球。朴奇才，来传。来这。好看呢，这个颜色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刚买没多久，给我看看，试试，试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训练不下去了，准备放弃了？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为什么一直选我当小前锋？嗯，哎，给你看我新买的口红啊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盯得我浑身发麻。我告诉你好吗？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你喜欢送人游戏皮肤。嗯，你这算收买人心？这哪是收买人心啊，朋友之间这很正常的好不好？无功不受禄，我也不会随便奉献爱心，这是原则问题。麻烦你告诉他们，不要期待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，他们应该多花些心思在训练上。你把他们挑出来，他们肯定是最出众的人，对不对？篮球比赛讲的是团队作战，
所以说你们现在缺的是童心，而不是训练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叫童心？一起打游戏，一起追女生，一起吃饭，你们男生不都这样吗？谢谢您的教导，但你这些无聊的建议我是不会采纳的。我告诉你，钢琴是因为每个键都弹对了才会有美妙的曲子，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到极致，这个是需要大量训练才可以实现的。至于联络感情的事儿，现在不是重点。哎，我的口红。哎，晚上一块吃点什么？行，你先练球吧。先练球吧，走走。没事吧你？没事吧你？没事。这么不小心的，你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喂，怎么了？在晚上吃啥去？烧烤呗，还是外面喝点。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到全息症？上，等会儿，然后看一下。我打野的，等会儿。小龙那边看一下。蓝留给中路吧，啊！快，他队友过来了，团了。等会儿，先别团。先别打野了，赶紧的。等会儿，打我没血了，快点，一会儿死了。快，来了，行。喂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没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血了，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从今天开始，休息室断网。后天就比赛了，我们必须开始魔鬼式训练。我这边有方案，你们看一下。魔鬼式训练，全息症，你和你的数据全都滚蛋，老子不干了。我们加入你的初衷，就是听说你技术高超，想和你切磋一下，顺便出点小风头的。可你好像从来没把我们当队友吧？我们只是你赢得比赛的工具吗？每次都是通知，连一句商量话都没有，我们也没有必要留下了。我们走。走。全息症！
钢琴曲能弹对的人很多，但是要弹得好听，却一定要有所有的音符配合得很完美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你到底好了没啊？哇，你不是吧？你们篮球队五个人连个微信群都没有，怎么沟通啊？脑电波？快快快快，发个表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想赢得比赛了吗？你要是输了，可是要跟我约会的哦。发个表情，就可以不用跟你约会了。你相信我吗？相信我，手机给我，我给你发。你要发什么？再说什么游戏皮肤的事儿，我就……哎呀，没什么，我去帮你们约他们出来吃吃喝喝呀。什么？手机给我。我你。喂。发完了。喂。手机还你。要是赢得了比赛，可别太感谢我。只要到时候比我们多赢一分就可以了。撸串是什么意思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喂，喂，喂！家烧烤真的超级好吃，老板都忙不过来，我自己去拿的。起子呢？哦，我忘了，我去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不用了，用勺子就行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给我一个，我试一下。拿来。你那点力气能开开吗？让他开。哎呀，别研究了，赶紧开吧。哇！我呢，有句话想跟你说，你呢，号称什么钢琴王子，哎，可是呢，我们私底下给你起了个外号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，肯定不是什么好听的。让我说，我说，叫霸道全歪歪。哎，我一直没说，其实一直以来呢。我和我的女神就是在那次钢琴比赛上认识的。说起来呢，我们特别喜欢七彩和你，确切的说是你俩在一起。这话我喜欢。来，继续的，来来来，手来来来来，为了比赛，为了胜利，为了友情，
为了明天，为了青春，干杯！干杯！万众瞩目的朴家花美男队与全西镇统帅的雄鹰队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现在进攻的是花美男队。哪边的？全西镇加油！耶！蓝龙吉祥！跟我要两张票，原来是。你干嘛啊？认真点。二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丢那么多球？还有刚才那个球就在那儿，你怎么可能投不进呢？那个球那么近。够了，二哥，下半场你别上了。兄弟们，上半场打得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要保持，因为我们才领先三分，继续加油。OK。全都学喝水，谢谢。哎，说要喝什么？今天可是够热闹，我跟你说，我打比赛那会儿比这人还多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你们四个没有我能赢吗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没有你还好一点。我们不是四个人，是五个。再追哥，一会儿看我好好表现。太好了，又来了一员猛将。喂，你跟全西镇到底怎么过节？看我一会儿怎么彻底击败全西镇。那先去。你们玩。正好我歇一会儿。老五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成功者的光彩才是最夺目的，没有谁会在意失败者的 pose 到底有多完美。所以这场比赛，我们必须要赢，明白了吗？张嘴。记住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来，把比分追回来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来，
一二三，加油！全息正，加油！你给我过来！你是不是傻啊？他们赢了，你跟谁约会去？没控制住吗？你个叛徒，我回去再收拾你。嗯。他也是喜欢七彩的，可他哪里知道打赢的结果就是全息正必须遵守与朴在觉的约定，与朴七彩进行约会。等他知道了，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吧？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0秒钟，看来花美男队是最后一次进攻。目前比分是79-81，花美男队是否能逆袭，就看最后一球。记住我们的约定啊！耶！啊啊！啊！小妹妹，你可以约会了。全息正，我们怎么去旅社啊？距离古镇还有5公里，开车要12分钟，公交车又没有直达的，骑自行车的话要半个小时左右，但我们都有行李，所以骑自行车也不行，坐出租。厉害啊，这么快就设计好了。这是出行必备好吗？哎，全息正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的行李箱是 Go Trip 的情侣款啊？碰巧而已吧。我看啊，是英雄所见一样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反正都一样。没有手机就是不方便，都不能网上约处。谁让你三哥出的这个好主意啊？是我四哥出的。美女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师傅，我们去西塘客栈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可以，上车吧。走。不去，坐正规出租。哎呀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有辆车，好累，走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出门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吗？怎么了呀？这师傅一看就是好人啊。是不是好人，你得看他做的事儿，不是看他的外表。我不管，反正就是好人。喂，师傅，哎，开一下后备箱。好嘞。你到底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不走我走。坐稳了。
师傅，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啊？不就五公里吗？啊？你认识路还是我认识路啊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路，你瞎指挥什么？可是我朋友刚刚说只有五公里的。你要是信他，不信我的话，就不要坐我的车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多久啊？30分钟。什么？30分钟？一共5公里的路，你已经开了30分钟，怎么还要30分钟？你不会故意绕路吧？你去在镇上打听打听，私家车司机，我会骗你一个小姑娘吗？不行，我要下车。来，50块。多少？50块。50你也太坑了吧！就这么一点路，最多15。没有钱你坐什么车啊？15块钱，哼，我油钱都不够啊！我有钱，我也不会给你赚黑心钱。小姑娘，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啊！你快给我停车，我要下车。这里是非停车车道，停车违章的。你停不停？什么意思啊？不停，我自己下了。好，我停。什么破司机，听我不认路是不是？喂，我行李没拿，我行李，喂，停下！坚持的守候，不带你一个人游，我完全感同身受，却只能把寂寞抵胸口。偶然记错的纽扣，应该调整心不愁，就怕你对那错误将就。我就站在你身后，录制一条长镜头，回放所有爱你的温柔。你的身边一直有我在，放心不会被时间打败。若有眼泪，空白成海，用胸怀驱散你的阴霾。我想你明白，这份爱只对你青睐，会被认真对待，真情的宠爱。你的身边一直有我在，放心不会被时间打败。若有眼泪，澎湃成海，用胸怀驱散你的阴霾。我想你明白，这份爱只对你青睐，会被认真对待，真情的宠爱。